先锋敢接吗？这么团出去，我觉得那边更没有机会了，还想打呀？阿卡丽要带出来，试一下吧。安德拉这波装备还可以的，先锋已经拿掉了。戴普的余地要开了，阿乐也赶过来。我原地先开个表，这波开的还可以。感谢波太流星撞，哎呦！但是一口大的蓝带，三个，他的硬杀，血又杀不掉，他想杀蹦，没杀，没伤害，杀了一个换了一个人头，怎么这样回来吧，你会死的，哎呦，回来吧，相信我，一换四，我这波一口有点帅啊，火箭腰带大三个，他这个主要是一定要先认识的，过来反打就行，刚好太阳也是多大强，这蓝队为什么不能选阿卡丽的武器？虽然阿卡丽这个他战绩是没有问题的，二杠一杠一，但是你选阿卡丽打逆空一直被推，你这版本中选个被推的英雄是打野是挽不了的，伤害打野，打野真的挽不了，那是折磨打野，不是折磨队友。折磨打野，同时折磨队友，这是没我的第一视角。这赛季很少给第一视角，但这赛季一直在看这个猴子啊，先一爆弹捕食，放个眼 W。然后这个先的 W 一对比，就感觉。我发现 ADC 是没有人记时间的。这你怎么观察这么仔细？他们两队那个没有人在记时间。对，具体怎么样？我这边没有人在记时间。你看太细了吧？对，接下来这个水是第一视角能看到，所以让哪个队记时间，哪个队记时间吗？这个逆风的刀伤害是，但是这个击飞感觉，我击飞有点变态，我很难躲。对对对，他好像是两段的了。对，那第一张刀直接击飞，然后就用很难躲。想去 ADC 了？不是，我就问一下，再说一下嘛，我就说一下，没人理解你们。哎，什么叫想去啊？我说一下。没有，刚刚被阿布发了。啊，你们先计时间。我来计时间，在十八分钟在那里刷伤害。这把主要下路也没选到软辅，下路也被推，中路也被推。哦，刚是 哦，单杀吗？这样子杀了。哦，怪不得中路包就突然就没有了，不见了。他是变小兵过来的。对，变小兵过来的。变小兵过来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瓦尼克都是为了这个嘛？说实话，你为什么瓦尼克就是为了变小兵？主要这样杀有种那种快感，就感觉把你捉弄了，在玩弄你。哦，谢豆，他找机会。哎，谢豆经典绕号。那这个位置好像，哎，啊，姐姐要进来，姐姐进来了，完了，走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 ？W 上去，怎么办？被魅惑了。W 上去。哦哟，还好。闪现，哇，魅惑这么果断的，但我觉得这个魅惑有点重啊。阿卡丽一下去吗？一下去，先把魅惑杀了。Angel 杀完魅惑之后闪现跑，奎当即赶过来。Angel 为什么还不走啊？Angel 被杀了。阿乐好像也会死啊。阿乐，我操！波波，四个人，我操，这妮可，爽狙，这妮可破败王爽狙的，二什么一波了吗？这个妮可有 TP 出现，哎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好像一波了呀。刚好二十分钟准时就一波了，我的这妮可大招太爽了，这到了四个人，是的，最爽的局，又有变小兵击杀，又有这种大三四个，这版本妮可感觉真的是得上方位，中单位上面兄弟妮可真得上方位，有点无解，